行过全世界，专业旅游上用心，一百年旅行社带你世界拍拍照，享受自然奇境，欣赏建筑艺术，看见精彩世界，探索历史年轮。一百年旅行社，中价位高品质，刚好你真亲切的服务。我们离开那个布纳卡了，最漂亮的地方。刚刚也看了射箭比赛，也是非常的特别加特别。我们还是继续往山里面的走。你看嘛，沿不丹的公路哈，就是人啊、车、动物啦，拢做伙行哈。印度也是这样，尼泊尔也是这样、但是我们来这儿，这儿没大游览车，都小台车、有钱人才会有这么多只牛。他们这个牛是会卖还是要吃的卖？人家说、这就是越多牛的人就是越有钱，跟印尼的庄稼一样，因为牛可以来赚钱，可以卖牛奶，也可以卖牛肉，也可以卖产，越多牛的就是越好吃，这就是他们这当地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参照，你看的梯田，这里的梯田很漂亮、我们现在好像在走横贯公路，台湾的横贯公路同样。我们也会去到一个这一条路的最高景点、你看沿途都好漂亮。你看这不是雪哦，这是白色的蕉啊，白色的土。所以你看有像我们的横贯公路无真像吼、所以我们刚才上山啊，现在下山，下山我们要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要去看那个乌暗棍的鹤、这里有一种很特别的动物叫黑颈鹤，人家你看他们也是在用这酒头、也是在乌刷酒啦、真的很像横贯公路、It's too dangerous to drive during the rainy seasons.这些人都用走路的，没车通的坐，不像我们有公路局的，横贯公路有公路局，这是没的，这是很落伍的一个地方。2600公尺 For the other people comes 休息站 But I think they're behind us 这里是海拔2600 这里是不丹要前往碧火卡的高原上，这边高海拔2600，好漂亮的地方，我来了哦，这一段不能给我剪掉哦，不会剪掉，真的很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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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你是说我人很美吗？好像台湾的横贯公路一样，这边是从西部往东部走的一段高原公路。后面景色更漂亮。现在不告诉你。好漂亮哦！谢谢刘先生，谢谢刘先生帮我拍照。他住你家就好啊。我住这里的气象不一定我会变身啦，加一个就住在这里就好了。小姐这个地方刚好水多水，比我较水当然哦。
那你点的刚刚讲啊，不丹到底有多少人口？不丹差不多在咱的官网内底看哈，是差不多七十五万的人口吧。好、哦，75万，但是应该是不太准哈、哦，因为这山区分布在各地哈、哦。但是官网是讲不丹的人口是75万呐、哦你好厉害哦！才来四天就有 baby 了啊！还没去那个庙哎、欸。对啊，这个叫做快速成长。对啊，诸神娘娘都还没去，你就跑一个出来了。Hello， 就是我们团员好年轻哎。过两天要去的地方。100 years of monarchy, Bhutan undergoing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country, and then.100 years of monarchy, that was the three marker.、这个地方已经下雪了哈。刚刚我们在这一条公路的最高点，不丹的人口人工75万，的面积有多少呢？3894平方公里哈。小小的而已，不单是一个小小的国家，是咱差不多咱在台湾的十分之一而已呢。不单的面积38394哈，38000啦，跟台湾差不多。不单，嗯。他们的车子的配备。Then that's the border between the western part of Bhutan and central part of Bhutan.Another one did that from here, then it goes to the east. 这沿途的风景都好美。冬天有冬天的美。So these are all the dwarf bamboos, the best food for yaks. 鲤鸟吃竹子哦。嘿，讲鲤鸟吃竹啊，哈、哦。好漂亮哦，这里全部都是鲤鸟。你看它格格安尼，嗯，那是竹啊哦。这个地方是非常好，你看一届的鲤鸟一样，这些鲤鸟就是吃这些小竹子，长不大的竹。第二个小竹，好，谢长第二个。这实在足水的哦，真正有够水哦。我什么水话？哈哈。一定爱过来。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哈，好，开始。你怎麼在橫洞山？因為我老了，沒愛翕足近的，水哦！不水，不水，不水。真的？好，来，再走，再走。再来！哇，后边更水，真的很水。你送啥？这顶啊，这是鲤鸟在吃呀。安内啊。鲤鸟在是吃这种物件。哦，安内啊，安。是吃这种。哎呀，就个看。对啊，嘿，对啊。哦，我看到。嘿，长不大的对啊。啊哈哈。有车子。嘿，牛不是吃草，是吃对啊，跟熊猫同款啊。这里因为很漂亮，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拍照了。好，我帮你拍。青菜拍都了。青菜弄就水啦。好美的不丹，这里是真的是好漂亮。啊，这竹啊吼，到冬天吼，伊都变黄色的。你看顶冠那是雪松，所以。
形成一幅很美很美的画。嗯，啊，你小搞不了两股晒力也该掀开。Actually, we will be now going to visit the temple, but we will come back this way and then go down to explore the valley. So, but before, so, this temple is known as Gangte. Gangte means summit. We are very quickly to our next stop.